我觉得 Risha 他厉害点是他的这个角色背包啊，角色，然后还有他对角色的这个理解，我觉得也算是相当厉害。因为他来了来了，对招牌的光熙暴走起来，人人怕。还有才做选择，我要调两只。没错，调性两只，然后点掉暗了。哇，那我们这边恭喜 Risha 顺利获得了最后一张门票，3-1。